这样这样走吗？是，我一定要救小姐。江逸轩，你为什么会怀孕？你怎么会有我的孕检报告啊？你是不是偷偷把药给倒了？是又怎样？傅景辰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妥协。说避孕药是维生素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不这么说你会听吗？你总说我不妥协，可是你呢？你明明知道自己怀不了孕，还非要生这个孩子。万一你不在了，你让孩子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傅景辰，你爱的人又不是我，你不要在这里假惺惺的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就放在你的床头，从今往后我们再无瓜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跟我离婚？